大家好啊，我咧就參加咗8月8日嘅土地小辯論，咁今日咧好高興咧就請到大家都認得噶啦，雷鼎明教授，去香港好出名嘅經濟學家，就同我嚟一場預演一場我哋自己搞嘅土地小辯論。咁好啦，Francis， 而家啲討而家嘅辯論咧，好咬得好緊張。咁我首先希望做一個理身先。咁嗱，你係好出名嘅經濟學家咧，香港。咁但係另外仲有一個身份就係個土地供應小組嘅一個成員。咁你有咩係要係講俾大家聽，係代表你嘅意見啦，定係小組嘅意見啊？你首先解釋咗。我唔可以代表小組嘅意見，因為小組佢都仲未投過票。咁啊，所以我自然咧就冇，即係個小組冇乜官方立場嘅。但係每一個人當然佢有自己嘅諗法啦嚇。咁我自己喺個小組度開過都好多次會，我數唔清幾次會，每次都打底4-5 個鐘噶啦。咁啊，就其中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咧好多啲地啊，本來係存在嘅，但係咧你就唔係咁快攞出嚟，同埋攞任何笪地，我無論大定細啊，都係要經過好複雜嘅程序。我想問你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因為幫啲左邊嘅朋友問嘅，之後有個問題幫啲右傾啲嘅朋友問。第一個問題就係左傾啲嘅朋友就係問，佢哋成日就話喂，政府收地啦，收地咁政府就可以搞得好快噶啦。咁究竟政府去搞啲土地嘅話，係搞得快定慢咧？比起市場嚟講，嗱，我覺得咧政府咧佢自己受制於。過去一套即係嗰啲諮詢制度，諮詢唔係錯嘅喎，佢係有好處嘅。但係我哋要明白咧，喺過去呢10多年啊，香港即係嗰個土地供應嘅斷咗層，因為佢過去10多年基本上冇乜填海，咁啊少一大嚿嘢。如果你個土地喺一大嚿，即係個 stock 喺度，咁你個程序就算係10多年先搞掂嘅，咁你冇事喎，你慢慢褪啫。但當你冇咗個 stock 嗰陣時咧，你嘅程序咧，譬如話舉個例，你搞填海啊，你填出嚟嘅話咧，咁你都打底話要15年後，再加埋要起樓，你閒閒地話20年之後，咁你個完全係解決唔到啊！即係而家嗰個問題嘅，所以咧就我咧就曾經咧就建議，都唔係我個人建議，亦都有其他人都有相同睇法啦，就希望咧政府咧能夠用盡。佢呢個法定嘅一啲行政權力，即係可唔可以有一個即係特快通道啊？即係如果唔係，因為你即係佢每行一步啊，佢經過唔知，因為我都數唔清啊幾多層啊，逐關咁過，過完啦，每一關咧佢都又拖好耐嘅喎。咁你搞嚟搞去咧，就係嗰啲而家個行政或者諮詢啊嗰啲程序係多過係長過咧嗰個即係嗰個工程啊上邊實際需要而家長咗唔係少數嘅。咁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是、比較右派啲或者極端嘅右派啲人會提出嘅，就話：喂，你猛咁好講供應，咁我哋經濟學家應該有供應有需求噶嘛？當然。你唔去搞個需求嘅時候，就搞幾多供應都唔夠啦咁樣。咁其中一個比較爭議性大嘅就係話係新移民係咪入口入即係、就是、我哋啲人係咁加入嚟香港嘅時候，你起幾多地搞幾多地起啲樓都唔夠啦。首先咧，你就算係冇新移民啊，而家嗰個需求都係好強嘅。你只要計條數啊，佢以而家嗰個人均嗰個樓面面積嘅，就算絕對平均咁分配，佢都係16平方米。咁你同世界標好多地方嘅標準爭好遠啊！美國係77平方米嘅人均啊，咁你爭好遠啊！大陸都成40個平方米嘅，咁已經本身有一個好強烈嘅訴求啊！你增加土地供應，至於人口嘅問題啦。咁我哋其實香港你只要睇數字啊，人口嘅增長率咧，尤其未來啊，其實係好慢嘅，世界上增長率最慢嘅地方，即係0.4% 啫。但係咧，佢嗰、那個即係嗰個住户啊，個增長速度快啲。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嗰個人口老化，佢慢慢咧每個家庭咧每個住户人口少個人數少咗啊。咁你個住户增長速度啊，差唔多每年係有1%。即係咁上下，1% 都唔係細㗎，嗰個數啊。咁啊，至於個新移民啦，嗰新移民嘅來源係咩咧？就大家講話每日150啦。其實咧就冇150㗎啦。而家即係過去8年平均每日係126，同埋佢慢慢仲會將來係長遠個減低㗎嗰個數。但係最重要嗰因素其實咧就係我哋問個新移民點解嚟到嘅，就因為而家個跨境嘅婚姻啊多咗好多。有一部分人結咗婚之後咧，有啲有一部分咧就去咗大陸住啦，一部分嚟香港，我相信嚟香港多過去大陸住嘅，即係咁樣。但係咧，你只要有跨境婚姻嘅話咧，你就會有呢批咁嘅人。
咁你話唔俾佢嚟，咁呢個嘢喺個道理上面咧，又唔係好講得通嘅。咁我哋唯有咧就係睇呢樣嘢，就係、是、如果佢嗰個人口係在住嗰係可控啊，而且佢到即係最高峰嗰陣時咧，你講緊都係822,000按咁上下啦個人口，咁跟住佢落翻噶啦。咁你嗰、那個你睇落去嗰、那個係有對香港自然啊房屋需求係有影響。但係咧，佢影響又唔係話咧，即係嚴重得咁交關。如果你係即係完全唔俾嗰啲人嚟啊，又造成好大嘅對個社會好大嘅衝擊。其他經濟問題同埋嗰啲所謂人哋家庭團聚，即係嗰啲人哋要結婚咁你即係唔可以唔俾佢噶。咁而反而咧，我要問一樣嘢就係、是、每個人香港人啊個居住面積，我想唔想個平均只係得16个平方米？咁嗱，有個平均16啫喎，有啲人多啲㗎，有啲人於是更加少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唔健康嘅一種現象。你如果我即係問我咁平均幾多先好咧？我覺得你如果能夠上40，一倍其實30几都 OK 啦，即係好多啦嚇。咁你講多一倍嘅話咧，其實佢都要佢真正要嘅地咧，又唔係多得咁交關喎。嗱，因為咧香港嘅私人樓宇建築嘅面積嘅嗰個 footprint 啫。加埋都係2600公頃嘅啫喎，咁如果我即係你即係我唔理嗰啲基建啊，即係嗰啲嘢，你整多2600公頃，額外整咗2600公頃啊，咁理論上你係可以解決即係令到啲好多人啊個面住大咗，都係你仲有公屋啊嗰啲又計，但係你加埋曬啊，都你我哋都唔計新界嗰啲村屋啊，你講緊係4000几公頃啫嘛，連埋咁你增加你整多4000零公頃，香港以香港嘅總面積咁鬼大嘅，即係香港有幾多1110平方公里，即係有11万公頃啊嘛。咁你攞多幾千公頃出嚟啊，已經令到香港啲人啊係住大好多嘅喎。咁都好多謝曬雷鼎榮教授。咁啊各位觀眾記住8月8日去睇我哋呢個土地小辯論。